万次酱油拥有自家的酿造厂，已经在美国本地酿造超过50年，使用的主要原料大豆、小麦、盐和水也皆来自北美，以简单原材料酿出天然鲜味。酿造万字酱油的过程中，原材料经过微生物长达几个月的发酵熟成，造就出万字酱油独特的酱香和鲜味。万字坚持用这世代相传的传统酿制方法，因此比起其他市面上一般的酱油，香气更浓郁，香气浓度是同类产品的2倍。这浓郁的酱香是由超过300个的香气成分组成，因此形成的香气虽然浓郁，但不刺鼻，十分温顺。万字酱油鲜味满分，加入酱油香气浓郁的万字酱油，无论煮什么料理，味道都出色。